英仔翻他情人睇美琪现真身。哇，呢只 MV 真系老土到爆啊！但呢位工厂妹 look 嘅姐仔真系大有来头啊！佢就系近日出现喺金正恩身边，有北韩邓丽君之称嘅神秘女子啦。金正恩上个礼拜五先同佢一起睇 Mickey Mouse， 礼拜日又带佢去爷爷今日成逝世十八周年活动。有分析话佢就系金正恩嘅情人。其实早喺2000年，金正恩同老豆去睇北韩普天堡电子乐团演出嗰阵，已经劲冧当时做主音有男友嘅松月啦，成日走去艺术团揾佢食饭，结果叫场嘅成功咗。不过金正恩大学就快毕业嗰阵，金正日出手逼佢离开仔仔，2006年仲封埋佢咪。有消息就话啦，佢嫁咗俾负责保护金家嘅军官，但系咧仲同金正恩有路、哦。到去年12月，金正日逝世之后，地下情咪浮上面咯。今年3月，大肚嘅松月复出，喺三八妇女节音乐会献唱嗰阵，金正恩笑晒口鼓掌。第二日，连北韩传媒都报道松月就嚟生 B。而家 B 就生咗啦，不过唔知爸爸系边个咧吓？睇嚟金正恩有晒老豆遗传，一样咁风流，同中意靓女艺人喎、啊。